让大家知道说，哦，原来其实这么近的地方。那其实蟹类也是这种产品，但是以前只会抓，不会卖，也不会行销，所以火狼灾。所以洗好了以后呢，就请您用那个纸巾把它擦干。好，您先把它洗干净，我再擦的吧。那要不要先把盘子擦干净？学生当记者，学生做公益，独家爆料给苹果，请采用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最高能提供慈善机构，不爆料我捐款。